快就到。对啊，差点起不来，我也差点起不来，算我没有在山上。但我的生活时间本来就是不设在这个时间起床。我看看熊猫们健不健康，有没有在这时间起来。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赶快醒来啊？谢谢单细胞包哦，是包单，细胞单单。对啊，伯乐直播你就是要设闹钟，赶快起来看啊！伯利还在睡觉哎。所以大家如果打伯利粉丝们 lucky 的话，可能他起床会下来一下。因为我记得伯利礼拜六的时候好像都要去上课。他现在为了考大学，然后他现在礼拜六早上都会去补习的样子，所以他可能等一下就起来了。中午的时候或下午补习吧，可是我觉得他每天早礼拜六早上就爬起来去补习了，还蛮认真的他。各位早安，おはよう，みんなおはよ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伯利加油，对啊，祝伯利可以加油。眼睛看起来比较有东西一点。因为 long life 很容易。吃妆，因为会有滤镜。其实开直播的人是吃妆吧，因为就是整个就是很，就是会有滤镜、美白那些，所以就会吃妆。对啊，伯蒂要考大学了。好快哦，欸，真的很快，我觉得很感慨，就是长那么快，然后他现在已经要考大学了，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仿佛考见我考大学是不久前的事情。早安啊，他早就不是正太，从他长身高长那么高以来就已经不觉得他是正太了，所以他上高中之后我就觉得他不是正太了。可恶！伯蒂正太的时期维持的没有很久啊，维持了一下下而已，因为他马上抽高，然后就再也不是了。我怎么觉得这个歌也快速播放很久？
吃元素。我在想这边画眼线，因为我觉得眼线我都觉得有点太多。其实画眼线的话，那个浓妆感会很重。那算了，先不要画眼线，我画内眼线就好。有些粉丝应该听懂我在讲什么吧？我也可以在直播正大光明化妆，我已经练就了画眼线嘴巴不会动的技术了。换开台亮。早安，大家可以说点什么？好像喜欢正太啊！天哪，你要关起来啊！今天包都打上去吗？会啊会啊，我今天要出门培训。衣服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歌手，很厉害很厉害的创作歌手。哇，真的很喜欢早上刚化好的妆，最完美了，就是还没有，一切都还没有失控，不会脱妆，还没有脱妆的时候。
现在还好吗？哎、欸，对，被大家发现我昨天很晚睡，可是我现在还好，我只是很饿，想吃东西。因为我昨天一直睡不着，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跨年晚回家，然后今天元旦睡到，昨天元旦睡到太晚了。今天是一月二号，是柏林的表姐的生日。千万不要忘记祝他生日快乐。你知道我有三个表姐吗？我之前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记得我讲过，然后就是都很漂亮啊。然后今天是大姐的生日，然后大姐她是家里最会打扮的一个。跟他吃烧肉真好，可是这几天不会很难订吗？因为不是刚好就连假，然后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出去吃，还是你很早就订了？大家可以允许我开一下 Uber Eats 点个餐吗？很快，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吃什么，所以我跳出来就好。给我20。OK， 他大概半小时后到。今天我想来一点，没有没有卡住，我回来了，大家不好意思，我回来了。我的睡裤给大家看一下，其实睡衣穿在里面，只是我就是不想要全身穿这样，因为全身穿这样看起来超诡异。我的枕头呢？画面黑掉，真的假的？还看得到吗？是只有声音，然后画面是黑的吗？好了好了，吓死！睡裤。可以先拉后面一点，因为还没有吃饭。
就是我今天穿星际大战的袜子跟我的长睡裤，然后我里面还是睡衣，一样的花色，只是我觉得有点冷，很缤纷对吧？我妈买的，还蛮好看的，她难得买一个图案，我没有雷到我。我昨天是不是说要把那个典藏贴文弄回来，然后就我好像没有弄哎，大家等我一下哦。你们有要看吗？还是因为你们可能还要滑到前面，还是就没关系？因为我大概记得内容是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是要脱离边缘人。我自己自认我今年是有多了很多很多很好的缘分啊，就是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我觉得2020年吧，不管尤其参加滴滴五二，然后不管在工作还是在学校校园，其实都多了一些还不错的好缘分。然后，还有其中一个目标是要回到选拔嘛，然后我觉得我也回来了，然后还在去年升上了正式成员，哇、哦，谢谢，谢谢小雨的爱的熊抱，谢谢，谢谢。对，这很可爱。欸、可是我刚刚看不到我的头哎，好，就是也在去年升上了正式成员，然后去年也组了 The Puzzles 这个乐团，然后也在年底就是顺利的第一次演出了嘛，在大家面前的正式演出。高中的体育裤蛮适合当睡裤，我是觉得我夏天的时候会穿短裤，因为我们学校的裤子冬天没有很保暖。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我记得还有一个是早上好2021继续帅 Hello 继续帅酷我、哦、的名字还有个目标什么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真的蛮多的然后变自信，变得自信好像不是目标，可是也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啊，所以就觉得还不错。去年真的蛮多事情，然后还有就是 Uni 的分组嘛，虽然 Uni 分组是年底的，就是2019年底分的，可是其实正式就是一月左右开始，还是三四月左右才开始以 Uni 名义在活动嘛。然后大家也吃了一阵子的苦头，就是磨合，就是对小组的磨合期嘛，称之为磨合期，就是一段时间，你要跟你小组的组员培养感情，然后互相磨合，然后还要了解到自己就是的长处跟劣势在哪里。之类的，然后去找到就是大家的问题之类的吧。然后，虽然我是不知道这些问题改了没，我也都不知道怎么让自己有自信，我也不太知道实际上要怎么做到了。我觉得我主要一开始会太没有自信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吧。就是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就是你，哎、欸，你们还记得我二周年的时候升格感言讲的什么吗？
就是我一开始的心态其实还蛮负面的，就是在加入这边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刚好就是正值高中刚毕业的年纪，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还就是我学生时期嘛，中学时期一直都是一个很在蛮容易在乎别人眼光的，就是很会去想说。对，就是大家都很在意说别人是怎么想我的，然后我做这件事情会别人会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很蹑手蹑脚，就是做什么都很小心。然后就像我二那时候说我二单上选拔的时候，然后就很怕周围的人会讲说啊我们是他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算是什么被就是说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因为毕竟让人有了这种疑问，就是比如说那为什么品涵上选拔了，不会有人觉得品涵为什么会上选拔，懂吗？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残酷，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让那些多余的声音不要出来。然后刚好呢，我是一个很在乎别人就是想法的人，所以那时候二单就表现的比较不理想嘛。我自己觉得，我是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太大的 miss， 其实、就是、我在二单的表现应该没有太大的失误之类的，可是就是没有什么突破，然后很边缘的感觉，也有可能是因为初选拔，所以有点不知道怎么做吧。对啊，然后，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很喜欢唱歌，然后我一直都很少表现这件事情呢。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我自己，也有可能是因为被一些声音影响吧，就是我自己也会有一点觉得说，就是还是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唱歌之类，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就很少表现自己，二单是很少表现自己，不敢乱动，因为那时候就很怕被讲话。然后后来呢？三单的时候认知到一个念头，就是我到底来这边干嘛？我那时候吊选拔，就是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来这里干嘛？我到底是来这边干嘛的？就是我来这边是实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并不是在这边交朋友啊，我觉得这里跟学校不太一样。虽然很多人都会跟我讲，很多粉丝都跟我讲说，觉得就是 TP， 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在 TP 就是在像在学校一样，就是有好多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大家就是这样子一起互相扶持前进，可是其实我觉得这里跟学校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的关系就是除了是朋友之外也是敌人，知道吗？就是竞争对手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交朋友，所以其实我并不用太去在意周围的声音之类的，就是任何人，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坚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为优先。对，虽然我还是觉得跟大家当朋友很快乐，就是每天跟大家一起玩。对啊，因为可是毕竟你看，就是大家虽然感情好归好，可是说到选拔又很残酷，因为选拔就一开始就只有十二个名额，不是就一开始16，现在16个名额，可是一开始只有12个名额，更少。然后那时候一单换到二单的时候，还只换了2个人。所以研究生那时候有20几个吧，然后结果选拔名额只换了2个人，那这个真的是太少了。大家真的是，对啊，就是可能粉丝表面大家就是会看说，哦，我预测谁会进，谁会进，就是可能看人气之类，然后就是预测谁会进，谁会进。虽然我二单那时候人气并不是很高，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该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现在回顾，我会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做的事情其实也蛮多，可是全都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那这个就不讲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在自肥。你看，灯都想要叫我闭嘴了，不要再自肥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竞争是好的，就是让大家保持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我觉得很酷的就是 AKB 的这个选拔制度，因为我们人很多嘛，所以他不会让。想要努力的人松懈，就是真的想要努力竞选拔的人，就会随时一直在竞争，一直在提升自己。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待在舒适圈里面，你永远都不可能掉选，你永远都不可能不掉选拔。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可能，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就是这么厉害，所以他们掉不下去。那有一些比如说卡比较，就是我们比较中间位置的人，大家就要随时在状态里面了，因为你就是随时都可能会掉下去，后面的随时都会比你优秀，然后随时都会超过你，所以你就会整个人一直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一直让自己每一年都让自己更好，每一单都让想办法让自己提升，提升到你觉得你自己下一单也可能有机会这样子，就是，所以我才觉得就是 AKB 的制度一直会让人家想进，就是这个选拔制度会让人家一直想进步。所以就是，对啊，每一次大家心都悬在那边，像现在四单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吧，然后我也是就开始在努力为了之后的单曲选拔做准备。之后的不管是五单、六单、七单，就一直在为这些机会做准备。尤其是就是大家应该也都听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看子弘老师的专业嘛，就是之后会因为子弘老师现在已经卸下了这个职务了，然后所以会有就是会有顶替他的人出现，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也都很皮绷紧在面对这个转折。那希望2021年也可以带来更多新的不同的景色给大家，就是新的不同的气象给大家，就是我也很一切都会照常，就是我们都还是会照常表演之类，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转变。对，之后就变顾问了，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气象嘛，因为我也还不知道，就请大家就是再耐心就是观后等待，就一切都会很平顺的过去，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过于紧张，只要赶快记得填握手券就可以了。没有啦，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随时需要让自己保持在这种状态的人，我不能够太过得太舒适，不然我真的很容易废掉。对，重点是大家赶快填获手券哦，真的哦，对，赶快顺便推销一下。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你知道我爸爸跟我讲什么吗？就是我爸爸是一个很工作狂，就是我爸是一个超级重度工作狂，工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工作到他跟我说他以后过了退休年龄嘛，他还是想要继续工作下去，工作到他无法动弹的那一刻。我说你干嘛那么拼？我说你到退休年纪赚钱差不多，你差不多就可以退休了吧，就可以养老了。他就说他不想要过那种，就是已经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每天都躺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干嘛那种生活。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子，他会就是会，哦，他讲比较极端，他说那还不如去死一死算了。他说他就是要一直工作到死，他就是要每天都有事情做，每天很忙，他才会觉得就是这种人生才叫人生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种精神好值得学习哦。就是你看，如果今天我觉得我个人如果我一直活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的话，我可能就很容易会废掉，就是我会不想动。可是多亏就是有这个选拔制度，让我一直活在恐惧中，没有、啊、没有恐惧，就是一直活在这种必须要做好维持好这种，因为毕竟我还在一个屁孩正要转大人的年纪，就是我刚好就是卡在一个二十几岁正开始我的二十前半的年纪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要转变成大人的年纪，然后我就是有一点点感觉还需要再调整嘛，就是毕竟以后如果未来要面对更多的工作，可能我就要就算没事做我也不能废掉这样子。对啊，会变沙发马铃薯吧，我爸不想变那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从小到大最崇拜就是我爸，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对啊，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哪里来那么多人生大道理。你知道我爸以前住过船上吗？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爸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嘛，然后他那时候就在外面自己工作，自己住，就是他刚好大学快毕业，刚好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外面住的时候，因为荷兰不是很多渡河嘛，还是很多河之类的，然后他那时候就买一艘小船。然后他跟我说，他就住在小船上面，然后睡觉也睡在小船上面，就是他有一个小船，然后
洗澡的时候去朋友家洗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一个礼拜只洗一次澡，说太饿了吧。然后他就是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生活，然后他那时候跟我分享说，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可能学生就可能到了高中要选大学会迷惘，就是很担心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之类。然后伯爸跟我讲说，他到了30岁才真正确定他想要做什么工作。他说他20几岁之后，他还一直在摸索他到底想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其实觉得我们不用太，可是他觉得早一点有目标是好事，所以我在选择要做这个的时候，他也蛮支持我的，而他很喜欢我的 cover， 我很开心，我有传很多很多 cover 的链接给我爸，我每次做完一个作品都会传给他。对啊，大家成为伯爸推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就是伯爸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那怎么办？我也会变成伯爸推，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爸。对啊，我真的很喜欢我爸，超级无敌喜欢那种。然后他这几天不在家，因为可是我不是副控，我是一种就是不是那种副控啊之类，我是就是我也不是爸爸，好吧，我可能有点爸爸，因为爸爸就是很宠我，我自己有感觉，就是爸爸对我真的很好，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之类的。然后有时候爸爸就问我钱够不够啊，然后我就说没事够，然后他就会偷偷放在我的书桌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晚上，可能就是早上他们要去出门，然后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有时候就听到他们开门进来，然后就会可能放东西，放吃的还是放钱在我的桌上，我就会觉得就是很不好意思，可是又会觉得就是有点，就是爸爸真的对我好好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觉得爸爸，我不是副控，可是我真的很尊敬他，就是想要以成为他这样子的人，虽然没有要做他工作，可是就是要成为像他这样子的人去努力这样子。大家也有一个大家也有崇拜的人之类的嘛，就是比如说崇拜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什么老师啊之类的。我目前是还没有遇到什么老师会特别想要崇拜，可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大学有一个日文老师嘛，然后我还蛮喜欢他的，他是一个行为举止都让人家觉得很放，就是很平稳，很心平气和的一个，他是一个很心平气和的老师，然后他很会，我觉得他教得很清楚，然后他又是一个脾气很好，然后他讲话很慢，然后手部动作很，就是也都很优雅，然后就会上他课就有一种心里很放松感觉，所以我很喜欢上那个老师的课。然后他是台湾人，cover 的第一关审查人员伯爸，对啊，伯爸看了我超多超多 cover 的，然后给我很多意见。我爸缺秘书吗？我不知道，应该没有缺，因为我就是他的秘书了。我是他的未来的专用翻译，他说的，然后以后都要帮他翻译，帮他工作之类的。副业就是伯爸的小秘书，希望他之后出差可以再带上我，可是前提是要先等疫情结束他才可以出差，然后他出差就可能又可以带我去了，耶、yeah! ！
保单踢进去。大家先排队报名博霸秘书的部分。君も夜せまいなて踊り場が覚めて早いそう。今天早上新闻都没有很好看。嗯。哇，人家第二天塞车塞太大了嘛。对啊，我需要伯爸带我出去玩。好。多啊，乌波一超久，我哎、欸，我要上大约培养睡衣，好吧，潜水中，你看大家突然跳出来了，我在看五月天的新闻，昨天是五月天演唱会是吗？然后周杰伦有去，我朋友有去，然后他很激动地跟我讲，周杰伦是嘉宾，然后就说我没有办法去，不好意思。好睡觉了。可是我刚刚讲太多话了，一喊声我们就出来，谢谢你们真够听。大家一起睡，直播睡觉可以吗？晚安。晶晶早安，现在还有成员在直播睡觉过吗？有这种潜力吗？太上还要十分钟，好像没有哎、欸，我们创造历史吧。谁发烧开直播啊？太辛苦了吧。太拼了吧，大家。嗨，大岛令狗，早安！我觉得今天天气应该会比较好，最近会一直回温，可是下个礼拜四左右又要开始，就是往下跑，又要到个位数。Yeah.
所以还想打什么洞吗？脑洞没有啊，我不知道哎、欸，耳朵吧，耳朵最多就耳朵，应该不会弄到脸上，因为我觉得太脸上我暂时还没有太想要，这样子感觉形象改变太大了。谢谢，再接再厉，好吧？就是啊，我现在很喜欢就是打洞那些，可是我有时候想要保留一点可爱的，我今年还是要走一点点可爱的部分。你们看我公司照换成一个可爱的发型，我还要绑辫子。其实我绑辫子只是不想让发饰掉下来，因为有辫子的话发饰比较好固定，所以就绑辫子。跳了 reset 以后，索性果断就是要做个有辫子的发型。虽然正式生的权利就是可以烫卷发，可我其实对卷发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就没有烫卷发，而且我不想就是因为生正式然后就烫卷发，对不对？被那个诱惑给诱惑走，不行。如果是本来就想烫卷发，然后深圳是烫卷发，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本身就没有人想烫卷发，如果我只是因为深圳是哦，我可以烫卷发的时候，我烫卷发，我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就是不是真心爱卷发这个东西，但我是卷发的未出，我会对不起爱卷发的成员们。小黑这边怎么了？可是我就想要再打几个耳洞吧，因为我觉得耳洞真的很好看，就戴很多漂亮的耳环。对啊，我想超多的，所以你们知道我那时候决定发型的时候多痛苦。因为每次改发型，然后又不知道下一单的衣服是什么。早上好啊，阿贵仔。现在被新闻抓到，我爸对我妹比较宠，就是因为是女生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妈比较宠我弟，然后我爸比较宠我这样，而且他们两个都超明显的。可是我觉得我爸对我弟也很好，毕竟我爸最近还带我弟去买新车，没有，可是他是二手车，然后就是买摩托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爸对我弟也蛮好的，只是我爸会特别照顾我，我感觉得出来。然后我妈就是比较偏袒我弟一点这样。没有容易习惯，而且我觉得没有不好，因为就是毕竟一定会有特别喜欢那个小孩，反正我妈也喜欢我，我妈也爱我，所以没有关系。而且我妈对我蛮好的，她没有说就是哦从小到大只给我弟吃饭这样子，就是真的不行。可是我妈就是只是有时候比较偏袒她一点，就还好。拜拜，插旗拜拜，祝你出门愉快，啵啵。我在想，我要继续戴隐形眼镜吗？出门戴。吃烧肉，对吼，你知道出门吃烧肉绝对愉快的吧？而且还有加绝对愉快，好可恶哦！去吧，妈妈，我等下有我的豆腐锅可以吃。我终于订到我一直想要吃那一间了。他每次都跟我说，
没有合作伙伴，然后已经超久没吃那间，我吃了一次。不是玩海龟汤吗？我之前玩过一次，跟那个韩生日的时候，韩去年生日的时候，我们在他们家玩的。哦，那次真的很疯狂。韩那时候生日的时候，我跟瑞婷都要开直播，然后我们都去他家临时去陪他过生日，所以我们那天在家里大概播6小时、5小时的直播吧，就是我播完换瑞婷，瑞婷播完换韩寒，然后从头到尾都在庆生。韩寒的生日这样从直播度过。超猛。然后我们那时候后来就不知道播什么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海龟汤。我也忘记怎么玩。欸，我也很想去玩大腿，可是我一直揪不到人，然后最近又要期末考，然后就不能揪大家去玩大盆，你知道吗？就是要等考完那边，但是寒假去玩它。感觉大盆就很好玩，我想要去玩那种现场版的。可是我在想要玩恐怖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怕，可是我觉得好刺激。哎，对啊，然后大家那时候陪我们一起看6个小时，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好，因为难。好了，那好了。他跟我说新年快乐，我就说哦，新年快乐。哦，他们的菜单。哎，还有附这个，我本来没有很想要喝的。然后还有给餐具，先放这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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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呢，真的好烫哦！等一下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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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有看到那个烟吗？热热的食物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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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起来，咚！咻！噔噔噔噔噔，咻！喝一口，喝一口，快快快，喝一口！啊，有人洒出来了，尴尬，卫生纸。Hello， 咻！笑，灯放后面一点，没有位置。笑，没有豆腐锅，它就是原味的高汤，然后里面有豆腐，然后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香菇，然后看起来很好吃。这个是什么？香菇，然后金针菇，然后一颗蛋跟青菜，还有一点洋葱。然后重点是那个汤超好喝。然后还很秀，对，因为我们还没吃早餐，我想说这个时间那么尴尬，那就吃早午餐吧，然后就
吃这一间，然后就很好吃。可是我有吃白饭，有点胖，可是好吃哦。肉，好好吃哦。这间真的是我爱店的第一名，我吃一次就有点回不去了。虽然我才吃一次，因为后面一直点不到。我这几天天气很热，就很喜欢吃火锅之类的，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小锅，然后点回家吃。我跟我弟都这样，可是我弟现在还没起来，所以我今天只好自己吃，好奢侈哦。嗯，我以为他要起来，刚刚突然听到脚步声。然后我刚刚去拿餐的时候，外送员还祝我新年快乐，然后我就回他新年快乐。虽然每次外送员跟我讲话，我都吓一跳。外送员恐惧症。大家吃饭了没？羡慕外送员，他感觉也很累吧，超早。对啊，把整锅端去给他，我跟他说起床，然后他说你有买我的吗？你有买吗？我就说没有，哈哈。他就说可恶，然后就继续睡。用好吃的早餐打开今天的一天。早餐我不是8+9。早餐的名字也太好笑了。这间真的超好吃，可是这间是早餐店，所以它每次都只有开到1-2点，所以我有时候上学吃不到。我应该把直播架移后面一点，不然我吃饭都连离大家太近了。我可以让你们看到我食物哎、欸，应该没差了。美玲知道8+9，看这中文学很快。好喝，刷点卫生纸。它的汤就是有那个菜的味道，就是很 菜的那种 甜甜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因为我觉得有点小油，就是对我来说有点油。我在尝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不会在小钱8+9啊，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看人家就是吃那种还蛮酷的刺青或者是穿眉环之类的。早上好，你们喜欢吃蛋豆腐吗？还是喜欢吃一般的那种豆腐，鸡蛋豆腐？谢谢阿正的每日抽，可惜是再接再厉，可是还是谢谢阿正。我本来想要发那个，就是大家之前
跨年的时候不是有发什么2020年想要对我说什么吗？就是很跟风的，我本来想发的，可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一定要加蛋，我觉得都好好吃，我真的很喜欢。我因为这间店，然后变得很喜欢吃豆腐，就是物理的吃豆腐。2021感想说什么？不错哎。现在狂吃下面豆腐，因为很好吃。你们是挑食的人吗？我一直觉得我蛮挑食的，可是有肉哎，刚好这锅里面所有东西我都爱吃。就是我很喜欢吃，就是这个咖啡色的香菇，可是我不喜欢吃那个大朵的这种香菇我很喜欢，然后。金针菇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吃青菜，藤西亚菜啊之类。其实我绿色青菜都吃，然后喜欢豆腐跟鸡蛋。哦，我也吃香菜。然后我之前很不喜欢吃茄子，就是觉得味道不太好之类的。可是后来吃过一间很好吃的凉拌茄子以后，就有一点爱上。然后我不能吃青椒，就是甜椒还 OK， 可是青椒不太行。然后还有茄子现在没问题，然后红萝卜就是我不喜欢吃水煮过的或是生的，生的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如果做沙拉就可以，可是水煮会有个那个怪怪的味道，那我又不喜欢。然后其他应该都吃，苦瓜可能要看一下，可能不吃吧。洛梨我不喜欢吃洛梨，我之前本来想说点餐然后加个洛梨看看，结果发现吃起来很像草。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草吃起来什么味道，可是玉米浓汤的红萝卜我会吃，因为那已经被玉米浓汤味道盖掉了。然后还有它肉有点煮太久，可是我是泡在汤里面。不吃东西的原因很奇怪，我想想看，感觉会有，可是我要想一下。哦，我之前不吃萝卜糕，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我现在会吃，就是我其实觉得萝卜糕很好吃，可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是很讨厌吃萝卜糕，因为我觉得它的形状很奇怪，然后。我会觉得说，就是为什么萝卜糕可以看起来那么恶心，就是我觉得它长得很恶心。然后我记得幼稚园的时候，老师会逼我，就是有时候幼稚园不是会有点心时间嘛，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什么萝卜糕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不想要吃萝卜糕，然后就是老师就会逼我们要吃，就是因为就是健康，然后怕我们肚子饿，然后
可能怕我们肚子饿回去，然后妈妈又要骂老师说为什么不给小孩吃东西之类吧，所以老师可能压力也很大，就一直要小孩子一定要把点心吃光。然后那时候常常就是，而且那不知道什么那间幼稚园常点心都是萝卜糕，然后我就常常要被逼着吃萝卜糕，然后有时候吃到苦，然后就会后来就有一段时间萝卜糕恐惧症，然后萝卜糕恐惧症一直到我高中才结束，就是我一直拒吃萝卜糕，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努力去挑战那个味道，然后就到了高三嘛，就是高三快大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跟朋友去吃早餐店，然后朋友就点萝卜糕，就说吃一口啊，我说我不吃萝卜糕，干嘛不吃萝卜糕，我第一次听有人不吃萝卜糕哎、欸，然后我就哦，对啊，就没有很喜欢的味道，他说你先试试看，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这一间超好吃，就是你一定要吃，然后夹我嘴巴前面就叫我一定要吃，就仿佛他就是我幼稚园老师一样，然后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的张开嘴巴，然后吃下去发现哎真的还蛮好吃的，然后后来就有点克服了这个障碍。要谢谢那个强硬的朋友，帮我克服了萝卜糕恐惧症。可能我觉得我并没有讨厌吃萝卜糕，我只是不爽吃而已。对啊，但真的还蛮好吃的。我现在有时候去吃早餐的时候会吃萝卜糕。现在，我以前很讨厌喝红枣汤，以前不知道怎么幼稚园都有那些奇怪，就不会受小孩子欢迎的食物。以前那个幼稚园的时候都有那种点心，是那什么超级无敌邪门歪道，就是什么银耳、红枣、冰糖什么那种甜汤，然后就哦超噁，然后。就是我真的不喜欢红枣的味道，然后也是常被老师灌，可是红枣我发现我长大了还是没有办法克服，我就是还是觉得有点恶心。我也不喜欢吃木耳，或者是就是那个木耳白色的叫银耳吗？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白色那个白木耳，然后反正就是不喜欢吃那种东西，就是 QQ 的，然后又没味道，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未知领域，还有什么东西是以前不吃的？哦，我们家以前有个传，有个，我们家以前有一个规定，就是晚上以后不可以喝茶，因为怕我们睡不着。然后我现在一直打破，没有，只想分享一下我的叛逆事迹。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乱喝，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六点以后喝咖啡，因为我在六点以后喝咖啡，我那天晚上就不用睡觉。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难睡觉的小孩，很容易太过于亢奋导致睡不着，所以就不给我喝茶。很叛逆啊，晚上喝茶、欸、我现在有时候晚上喝茶会被我妈念，妈说你不怕睡不着，我说不会，我已经21岁，我不用怕我睡不着。然后我就真的睡不着，然后还不敢被我妈发现，我妈竟然还要假装我睡着。因为伯妈还蛮晚睡，她有时候就会无聊就来查房之类的。为了不要让她发现我叛逆，然后结果自己睡不着，所以我还要假装我自己在睡觉。嗯，好吃，再吃一口肉。我洋葱只吃煮过的，可是生的就不会吃。突然想起来，然后有时候真的很看它是生食还是……哈，如果它在我耳边这样讲，会吓死。可是，就是我，之前的确就是有我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觉会习惯戴眼罩，然后我那次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有人在我耳边讲话，就是讲我叫我的名字，然后我整个吓死，就是我整个弹起来，这种就是我妈，我觉得她超级白目，因为我忘记关房门，所以她是直接进来。
他就是要进来告诉我忘记关房门了。他说令你关房门没有关，然后我就直接弹起来，因为我戴眼罩，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那你要想象，你是在一个极度专心的状态下，就是你在极度专心的状态下，就是你很专心的要睡觉，然后你就觉得身旁空无一物这样子，然后结果你妈突然在你旁边讲话，那直接吓到魂都飞出来。且我妈把我的肾值培养的那么高，哎，我音乐没了。对啊，然后没有弹起来，就是整个我整个是这样子，这样子丢一下，然后睡意马上不见。但我也觉得，我忘记我那时候当下后来是怎样，可是反正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吓一大跳。你们还记得你们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吗？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我忘记我上次哭是什么时候，表示我应该已经蛮久没有哭了，所以我心情都很好最近。好可怕哦。哦，上次哭应该是拔牙，拔牙拔牙是在你们面前哭，那个才是升格。可是上次哭应该是拔牙，突然想起来了。啊，应该我忘了看鬼灭是先，我是先看鬼灭先拔牙。播了三个字，哎呦，你们好好，谢谢。大哥没哭，嗯，大哥没输的时候，我、哦、还有那个啦，日本大赏，日本唱片大赏的那个 Lisa 的影片，然后我看的时候我有哭，身为一个小迷妹的，打从心底为自己喜欢的歌手感到开心。今年还是 Lisa 的独家追踪。恭喜 Lisa！ 我觉得去年2020对 Lisa 来说也是一个改变很大的一年吧。2019跟2020应该都是。对，不是演就是演上，超好笑那句话。晚安，泡芙大叔。吃饱了，休息一下。我先放旁边。没有，这是水库。可是它的材质就跟毯子一样，所以冬天穿的时候很舒服，就是很保暖。然后你早上就会不想换衣服，所以只要没有出门就一直穿这种裤子。这是冬天最受欢迎的睡衣之一，然后又很便宜，夜市就买到。都快关播了，突然发现笑爆。没关系，之后应该还会常看到这件裤子。
因为这个冷冷的冬天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見えるはずなのに，有东西跑眼睛。君がくれた愛を取り戻せた。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叫做《解毒不能》，它是什么原子小金刚的？是这个吗？我忘记是安吉克洛克 Y 子还是开多克库诺，是那个原子小金刚的一个 OP 还是什么？我前几天给爸爸听那个马虎马虎的音乐，然后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看这个人是男生哦，然后他声音很像女生，然后我爸就一直狂看他的 live 的影片，因为他 YouTube 不是有一些他演唱会的影片嘛，片段之类的，然后我就给我爸看，然后爸就狂看，然后他就拿我来比喻，他说他跟你一样，就是他声音，他是男生的声音超像女生，可是你是女生你声音超像男生，我说你给我闭嘴。我就日常被自己的爸爸 diss。 他只有在这时候中文会突然变得很好，就疯狂比喻这样子，疯狂 diss 他女儿，没关系，被爸爸 diss 我还是很开心。爸爸无意的 diss，无意的 diss 才是最伤人的，希望他是有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声音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像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声音都很低，然后现在越来越低这样。我要提高我的讲话声音，打哈欠。台歌之乱，欢迎柏林的下巴加入聊天室。跟 Baby Metal， 他们也才刚上红白下来，我听一下来听那首。来听他们上红白这一首好了。开始跑，
哦，那时候 Moa 跟 Yui 的声音都好奶哦。倒霉倒霉倒霉！サビになるのさ、きつね。配件已收集，是否进行合成？欢迎你获得一只炼巨人。嘘，要拉这个，然后它就会他们在喷出电锯。好期待电锯人，电锯人的那个电锯人的动画化。いじめかっこ悪いよ疲れになるのさ稳了，对啊，我最近很多都想看的，快快在整理。咒术回战更新了，大家赶快晚点去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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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最近天气很干，然后就很常需要护唇膏。我想看《约定的魔幻岛》，好期待哦！也想看一下那个真人版，感觉还蛮酷的。
早安。不知道喜欢《电影梦幻岛》里面谁？我最喜欢雷。一开始喜欢诺曼，然后到后面看到后面喜欢雷，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酷，就是他知道他是间谍。算了，你们之前都看第一季了没有？看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喜欢他，因为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是一个为朋友。因为他是，刚好我要讲原因就一定要剧透，很烦欸。可以剧透吗？全看完，有人没看完的吗？有人看到一半的吗？看，给你们一分钟，30秒，给你们30秒回答看完了没？如果你们说没有人说没看完，那我就，或者是，好说吧，说了说了，谢谢。好好说，看完好，就是因为就是雷不是在第一季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不就是内鬼嘛，然后可是其实他不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知道，他应该是这个孤儿院里面第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嘛。然后他为了要保护他的朋友们，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努力嘛，就是他就是冒着危险，比如说他跟他妈妈摊牌，然后他不是就帮了他妈妈做一些忙，其实事实上他都是在收集一些零件之类的，然后收集一些情报之类的，然后就觉得他这样很厉害。可是就是觉得说，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也很蛮辛苦的。然后因为毕竟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然后他就要靠他自己。然后但其实他也可以讲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反正就觉得他这样子孤僻的地方很吸引人，所以我就。那时候本来是喜欢诺曼，诺曼就是很聪明，然后乖乖的。对，雷是个暖男，但是诺曼也是个暖男，只是诺曼是个严重爱马控。哎，对，我也很喜欢菲尔，看到后面，然后我还很喜欢那个叫什么？是到后面他们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大叔，他们出去也会遇到一个大叔，我很喜欢那个大叔，虽然后面有点难过，可是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大叔，我的大叔叫啥？好了，我先念今天的排行，因为大家还要赶着出去上课。游格队，已经太久没看漫，已经太久没看漫画了。好的，今天的第七名，谢谢阿米，谢谢阿米，谢谢耶。Yeah, 然后写第六名，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谢谢。写第五名，谢谢好多组织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感谢超哥，第四名写超哥，谢谢超哥。好，前三名的部分，第三名谢谢命，谢谢命哦，谢谢命。再来第二名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这是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小雨，谢谢。哎呦，谢谢小雨，是吗？有个卢卡斯。卢卡斯是那个吗？没有，尤格是我说有胡子的那个大叔，年纪差很多那个大叔，所以应该是尤格吧。卢卡斯是那个吧？就是他尤格朋友是不是？我都忘记卢卡斯是哪一个。好啦，
国术笑死，那个，对，那我们这周直播就先到这边，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下个礼拜直播见，然后下个礼拜 reset 公演见，没有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 reset 公演见，大家晚安，不是晚安，我忘记现在是早上了，大家午安，过好好过连假吧，早点休息，拜拜。新年快乐，拜拜。